说我出生在60年代，一岁多国家才算诞生出来。那时候没人相信新加坡派，还有人移民海外。朱家的戏院建在60年代，我转机人去一看流行剪彩。那时候粤语片是一片黑白，有些来新加坡派。渐渐的我们进入70年代，一穿上校服我就生气起来。玉郎真烟抽哥哥有气派，比我长高得更快。那时候林青霞的电影最卖，风飞云舒杰哥哥全班都爱。苏浩林一撩一串金牌回来，我一夜兴奋难耐。到了80年代，地铁将这个传奇讲得更快，大家都忽然要向自己交代，把信要唱起来。我们一般家住得舒服自在，小心眼变成教堂做礼拜，自己感怀惦记那几个小孩。朋友们说我越活越不赖，神道过一样实在，到底是他给了我胸怀，还是我给了他爱？翻谎言已经来到90年代，爸爸你再唱一遍往日情怀，我们的故事我们自己记载，未来就看下一代。 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。我拍的送过来，我们也可以转交新加坡拍。现在是别人纷纷移民前来，谁不爱新加坡拍？ I like it 新加坡拍，我最爱新加坡拍。 I like it 新加坡拍。好，谢谢。